啊，别说超度别的，我们吃一只鸡能够叫这个鸡升天，那它能够是享天福去，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没这个能力，千万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你给他结冤仇了。迷不是开玩笑的，迷宗没有中间路线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一个是成佛，一个是堕阿鼻地狱。你要是成不了佛，你就到阿鼻地狱去了。啊，决定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迷我们尊重，啊，我们赞叹，我们不学。啊，为什么？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学。啊，我们不吃一切众生肉，消自己的业障。啊，那学密的时候他可以吃一切众生肉，为什么？他吃他的肉的时候他能超度他，他有这个本事。我们今天吃众生肉有没有本事超度他？啊，别说超度别的，我们吃一只鸡能够叫这个鸡升天，那它能够是享天福去，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没这个能力，千万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你给它结冤仇了。啊，迷不是开玩笑的，迷宗没有中间路线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一个是成佛，一个是堕阿鼻地狱。你要是成不了佛，你就到阿鼻地狱去了。啊，决定不是开玩笑的。密宗上师跟一般这些信徒结结缘，啊，给你做个灌顶，啊，传你一句咒子，啊，传咒多半都是传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，啊 ，Om Mani Padme Hum。啊，很多人都会念，张家大师也把这个咒传给我，叫我平常念。啊，我问他什么意思？啊，他给我讲解。啊 ，Om。都是梵语，这个意思是身体。啊，讲法身也行，报身也行，身体。啊，摩尼，我们大乘经里面很多，莲花。啊，摩尼是莲花。拜德麦是保持。哄是意。就是念头。啊，他们的文法，你看身、莲花、保持、意。啊，我们中国人的文法，保持身、心、意就是心嘛，哎，像莲花一样，这个意思好啊。啊，所以持咒要三密相应，手接印啊，口念咒。心里的观想，啊，观想是保时时刻刻保持自己身心像莲花一样，出污泥而不染。那，这个意思是真好啊！那现在很多人会念的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？啊，那不知道就产生不了效果。啊，因为大乘教里面佛讲呢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没有观想，啊，你光会念，光会接受印，你没有观想不行，啊，得不到真实利益，啊，所以观想是三密里头最重要的，啊，比持咒接印还重要。
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他没有传给我秘法，他说程度不够，你还差很远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所以我非常感激这个老人啊，我的佛法基础啊，三年当中他给我奠定的啊，所以以后才会有这么一点成就。那么这个都是得真正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，所以属于啊他的门，属于果教啊，阿弥陀佛以果德加持我们。行人呢发心念佛，仗弥陀本愿施受，威神加庇护持行者，你真正依教奉行，你不会着魔啊！你真正依教奉行，有特异功能的人会看到，那是真正有这种功夫啊！你的身体放光啊，魔不能亲近你。啊，又何况你皈依阿弥陀佛，真的是有二十五位护法神保护你啊。那为什么很多人修行都出了毛病呢？那就是前面讲的，行人稍有执着，有那么一点点执着，便是正见，介入魔途，麻烦了，冤亲债主全找上门来了。啊，这心要住在道上。啊，怎么住在道上？时时刻刻念佛，不是念佛，想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：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因为常常想佛，佛在哪里？经上所讲的都是的。那《华严经》讲得更细，啊，我们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学《华严经》，啊，我们学了四千多个小时。啊，因为这么长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当中才把望经还原观插进去。啊，那是修学的纲领。啊，是全部华严经的精华。论文不长。啊，全文只有六段，前面三段那是方东美先生讲的最高的哲学，后面三段那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叫大乘教里头哲学跟科学都讲到登峰造极，究竟圆满啊，把宇宙的缘起讲清楚了，万物的缘起，生命的缘起，我从哪里来的啊？我们自己这个自己的缘起都说出来了。
太难得了。啊，跟今天全世界啊顶尖的是哲学科学来比，绝不逊色。啊，我们也用了2百多个小时。啊，那么这套光碟可以多听。啊，听不懂没关系，一遍一遍的听。听了会开悟啊。啊，听了说纵然不开悟，他肯定帮助你放下。这个利益就很大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